好，这个水往上打，然后经过这两只绿心，再下来，然后回到这边下去楼下。那我现在把旁通打开，它水就两边跑了，把左旁通了，旁通，然后这边原本过滤芯的给它关掉，所以水就会两边跑，会逆流，然后我把现在把这个打开，看一下那个，水都黄的，全部都黄的，好像比较干净，就逆洗。那这个把它敲一下，它水还是会黄黄的。可以了，对，把它关掉。那再把原本的回路打开，就往上跑滤芯，把旁通关掉。好，那就完成了。